宝宝，怎么了？哎，我给你听点好玩的东西吧，宝贝。啊。听好了啊。嗯。这次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呢。都留着一首赞歌。他特别怕面对曾经的自己，就是会嘲笑自己。哎呦，好了，至于这样吗？这是啥？我说那我怎么听你的呀？表现的好我就欺负你啊！可是如果你不听我念，你必须得听我的。是啊，你素质低我就会听你的。崩溃了。爸爸 ，I love you。爸爸妈妈 ，I love you。好可爱呀！什么？给我看看。给我看看，看这会儿多可爱！你说听话呀？让学大老虎就学大老虎，让学小绵羊就学小绵羊。真的？嗯，我不乖了。你现在也乖，但是你调皮。妈妈，我本来准备不讨狗嫌的，但是我发现，我感觉我没有讨狗嫌，我是不是就说我讨狗嫌了呢？这小眼珠子，天哪！最可怕的就是自己有问题还没有意识到。好可爱呀！哎，停一下，停一下，看一下你的这个位置，你看大拇指，大拇指是不是掉下来了呀？然后你要往前一点，对不对？再弹一遍那个。哎呦，我疼！嗯，给你。我小时候也这样，一模一样。我估计每个孩子练琴是不是都这样？特别简单。这个音符离他有多远啊？爸爸出现是不是猪队友？你会的。我觉得你应该会吧，宝贝。你右手会，左手会。那我们吃饭了，老师要不要一起吃饭先？啊？我也可高兴了。哦，我不吃了，我吃过了。我相信你可以的。你帮我等他一会儿。我相信你可以的啊。爸爸居然说没事儿。我等你。加油！加油！嗯，来吧，来。先吃吧。好。我们四个在这吃饭，然后弹琴，孩子楼上弹琴，原始出高徒。